今次就带大家去旺角朗豪坊睇暑假限定嘅 Kakaro Friends Summer Hotel。呢个系一个韩国嘅卡通人物嚟嘅。首先就系礼宾部，大家会见到打扮成酒店接待处嘅人物同埋情景。之后就是超酷轻松池，你们看看这四个角色，例如 Ryan 和 Moochie 多舒服。再看埋个池畔酒吧，两个角色 Leo 和 Frodo 似乎在晒紧太阳，好舒服咁。之后就睇埋 Pro Access 私人别墅设私人泳池啦，睇到个女角色骑住只独角兽玩水嘅情景，总系觉得好似好羡慕咁。后面仲有个 Ryan 摊喺张床度，好似好写意咁样，总系觉得自己放假嗰阵时候都想咁样做，不过可惜太忙啦。如果你对 Kakaro 有兴趣嘅话，可以去呢一个 Pop-up Store 买一啲精品翻屋企。而家先睇下呢个 Pop-up Store 嘅出边系点样嘅。而家再睇埋个 Pop-up Store 里面啦，入面有好多嘢卖，例如公仔同埋衫等等。至于详细有啲乜嘢嘢卖嘅，大家可以自己睇睇。好啦，今日就讲到呢一度先，下一次我哋将会再探讨其他商场有啲乜嘢嘅暑假限定装饰摆设啦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一条片的话，欢迎 subscribe 和 share 我这条 channel， 和 like 我的 Facebook page 和 Instagram， 我们下一次再见了，拜拜。